大家好，在三伏天养护的月季，很多花友的月季都会染上一些病害或者是虫害。如果是一些新手花友或者是经验不足的，对付这些病害呢，简直就是措手不及。我们要如何防治这些病害呢？比如我们最常见到的蓟马红鸡蛛、白粉病、夜斑病、黑斑病等等的，又是病又是虫的。就像我这盆月季，病的病，虫的虫，要如何防治呢？对付这些病害非常简单，我们只是用一盒盐鱼养护套餐，里面有三小瓶装，有杀菌的、杀虫的，不管是什么虫还是什么病害，我们只要交替使用就可以一网打尽。七天喷施一次，连续喷洒三次，最好选择在晴天下午的时候喷施。如果在四个小时之内遇到雨水的话，我们还要重新给它喷施一次，才能起到最好的效果。不管是在三伏天或者是其他季节，当我们的月季染上病害，只要在家里必备一盒盐浴养护套餐，就不怕它染上什么病害。好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